这一张是I 三五楼零四四，还没有。I 三五楼。I 三五楼的住户嘞？I 三五楼。啊，刚刚不是在这里吗？你们不是在这里才写的吗？不是刚刚才写好的吗？为什么就不见了？ I 三五楼。I 三五楼。后面。后面不换掉了吗？后面啊。对啊，哇，小雪你很厉害啊，给你个赞，太厉害了。妈唱一首歌。98号三楼，马先生。哇！好，马先生，请你来抽奖。好，这样子更公平。看后面哦，不要再看到前面哦。C2 二楼。好，来，请到前面。谢谢。C22楼，来。OK， 谢谢啊。来，大哥，来抽一张。C19楼，哇，抱着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婴儿 ，C19楼。这是菲律宾里长的礼品。你有两张吗？你有放两张吗 ？N35楼。还有你的吗？谢谢你。N35楼。OK。H39楼，这个是刚刚我们的圣歌捐出来的。来，帅哥抽奖。来，接下来是许瑞慈议员的。157楼。第五七楼，来，三哥，OK， 你等一下，来，许瑞慈议员送了三个礼品来 ，P39楼，周淑妮小妹妹 ，P39楼，啊，小姐。OK， 来，小妹妹，对呀，真好，你想抽的真好。H58楼。好，来。谢谢。有呀。来三，看一下，一二三 ，OK。接下来我们要抽3号汉议员的礼品。西外一楼。哇！小妹妹，来这边。哎，看这个最帅的。双面礼物。好，一二三。来，快点。OK。好。妹妹来。抽一张，我们现在要抽的是虞美玲议员的礼品。
不是你啊，笑成这样就一定是他了。你们不上台庆祝吗？欢迎恩武的老板娘。恩武的老板娘。这哪里都福利送下。来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送的是蓝米花一元的，这张是 A29 楼。A29 楼，哇，恭喜你！哇，这个大金的。OK。好，请举你的手。我们要抽的是立委参选人林佩祥的礼品。一万，这是 B 吗？B1 3楼林先生吧，这是小林吗？小林吗？小林，你的字跟他鬼画符呢。我们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，你确定这是你的字吗？后面怎么画符了？哇，林佩祥的。来，小林委员，请帮我们抽一下，这个是地委蔡思义的礼品。7万7楼。7万7楼。哇！来，OK。我们请何老板娘帮我们抽一张奖。L58楼高小姐。L58楼，啊，又是你啊！哇，啊，三户哦，哇，你是我们的。来，我们的一张奖。放出来，谢谢。谢谢。OK。来，最后一个大奖，我们要举。来帮我们用他幸运的手帮我们抽出来，市长谢国梁奖。大家摇一摇，摇一摇。低动的，在场的低动有没有人？一号九楼。啊，没有吗？出动一号九楼。低动。D1 9楼2分，有吗？来，送的我们的市长奖，恭喜你！来，台北，台北的恭喜，好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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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